听说你们都想让我上秤，看看我到底胖了多少斤。真不是我不敢上秤，你看呢，坏了，没反应，是吧？这不赖我，不赖我吧？今天吃火锅啊？对啊。我的天哪，这谁看了不想吃？这个锅贴。哦，这个扇贝好离谱。哦，这个肉好瓷实。我说怎么差点味儿呢？没蘸芝麻酱，这怎么能不蘸芝麻酱呢？嘿嘿嘿，蘸一下吧。这会儿味儿对了。这片我盯得很久了。蘸汤吃，锅贴泡汤能吃吗？这玩意儿，妈好好吃。你们的羊肉泡馍是不是就这种味儿啊？什么？你不管是啥呀？拿扇贝壳当锅勺，这是啥呀？青口贝呀、啊。贝呢？来，这是贝。好好吃。那是什么呀，妹妹？花生油丸。这是我的。妹妹，那是什么呀？谢谢妹妹。这肉是我家魔芋卷的时候自己跟上来的，可不是我想吃它。这魔芋卷有羊肉味。面好了。这汤煮面绝了，我这头发太限制我发挥了。偷偷和吕布都念经了，这个海鲜菇肉偷的。喝完啊，一顿火锅喝完了一箱雪碧，太费饮料了。吃吧，搁冬阴锅里煮糍粑，这不就是冬阴功味的粽子吗？果然我只吃甜粽子是有原因的。